在天气那么热，想要喝冰凉的饮料，一定要有一台行动冰箱啊！这台北极冰混合动力蓝牙冰箱推荐给大家，它的容量有30公升，像这种大瓶的饮料放下去是刚好的哦。它里面有小夜灯，然后它的中间有一个隔板，隔板是可以拆掉的，那我们有空间可以方便的运用。它的旁边呢还附有一个 USB 的插座，可以充电，比如说你的手机呀，是真的非常的方便。它的旁边有110V 的家用充电头，以及12V 的车用充电头，像这样子。还有它的里面可以放2颗12V 的动力电池，旁边还有18V 的电池插槽可以使用。户外露营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无线保冰，真的超方便的。长按3秒即可关机，然后按一下即可开机。正副按键可以调整冰箱的温度，调节的温度是从10度到-22度哦。短按设定键可以切换为节能模式或者是高效能模式哦。长按设定键可调整电池的保护档位，高、中、低，建议设定为 L 的低档就好了。设定好再按开关键这里确定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还可以用手机下载 APP 蓝牙设置及观看相关的资讯哦。关注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好物资讯哦。